战队命题赛激战正酣，叶逢春战队票数遥遥领先，看张云雷战队如何绝地反击。哎，穿的跟那个鸡毛掸子一样。郭靖，我瞅你像锅盖。我是谁？佩奇。到底哪个战队的票数更高一些？请公布最后结果。欢乐喜剧人东方卫视本周日晚正在热播。